怎么了？他们的头发是不是你给剃了？为什么你有头发，他们的头发却没了？我没有啊，母后，我没有。还不说实话，看我今天不打你。王后，王后，可别打白雪呀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巫婆，你知道怎么回事，那你快说。因为白雪身上有叶罗丽仙子保护，只要你对她不好，你的女儿就会没有头发的。这是真的呀，王后。白雪，母后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，你快让你们的姐姐头发长出来吧。母后，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叶罗丽仙子们，我王后发誓以后一定会对白雪好的，快让我的女儿头发长出来吧。母后，我们长出头发了。是啊，母后。哎，长出来真好，这样多好看呢。走，母后给你们做吃的去。白雪，以后家务活就别干了，走，母后带你们去吃好吃的。去吃好吃的喽。